要穿什么衣服？裙子变用女生。好啊，那变王子好不好？不然你要变什么？男生什么样的男生？正常。啊？正常。正常的男生，好啊，我等一下看看。穿什么？两个。两个、哦。两个什么？一个西装。西装，还有呢？不知道吗？还有一个不知道吗？那长裤还是短裤？多长裤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去选布料，好不好？